最新社会消息来关心，台北市上午发生了一起公车碾老妇的意外。这是蓝十号的公车呢，在今天早上9点多行经福远街的时候，有一名妇人走在斑马线上，却不小心被公车撞到了，而且人还被卷到了车底下。高龄80多岁老妇人遭到公车碾到，假牙飞出来，手里原本才买的物品也散落一地。她人在送医之前已经没有呼吸心跳。家属赶到呢，指称是老妈妈是外出去买菜，发生这样的意外，他们相当的震惊痛心。